发布啊。对对对，没有份自己出去啊。减肥了，没有份自己出还发布啊？没有份自己出去，没份自己出去，没份自己出去，不出去我直接开始了啊！玩什么呀？这局又是玩什么呀？你俩输了，你俩做这个呗，我们做了的。那就说，我俩我们再输了能不？啊？万一我们又输了能？我们输了，他们给我们换一个。啊、哦，行，就是像打怪似的，我们让他做这个。现在先别送，先别送，先别送那一把。两百分你也攒啊？多低档啊！真是低档，真的。我当时真的很 low 啊，很低端，很低端。二百多票跟他攒票呢，真是无语了。我跟他说五十票，你们真幽默。你们输了，你们说我们输了干嘛？我和泡泡输了干嘛？说了几句话呀？我想问一下，我刚中途别狂，你别吵这些，你别吵，不要吵。你别狂，我没狂，不要太狂。要不这样，咱们来个组队战吧，泡泡我俩一队，可以。你俩复仇者联盟，你俩一队，我俩一队，也调整一下。你们俩输了，反正就做我们刚刚这个，好吧？确定你俩一队？确定。能不能玩？不能玩自己出去。能不能玩？要不然点开始了啊。那我们，那你们输了，你们干嘛呢？你们说呗，都能做。玩不了我们就会出去的，都能做。那我先想一下，我先想一下。你想一下，那直接开始吧。啊，直接开始，我怎么想呀？等一下说清楚，咱们说清楚，有一是一，有二是二，别说这么多。我们已经给你们俩说清楚了，你们就做我们这个倒立一分钟。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洒脱，啊，干脆直接。那你们给我别墨迹了啊！你们想一个，想一个那个，我要想也想到了嘛，我不然待会儿万一说的太狠了。我们不怕狠，说实话，主播，嗯，你有票，你就是王。不怕狠的话，像我上次一样，眉毛给我挡在。我回来了吗？你回来了。啊、在抖音这个平台，你有票你就是王，你说什么都算数，知道不？那就像没有票，你说什么都是个屁。眉毛给我亮化，别说这么多，嘘，很吵。嗯，直接开始。你们开了吗？开始。啊，开了。你能不能玩九六六二两？你看不出来，一百票，家人们，一百票先封嘴。家人们，咱们先来个票，我们和泡泡队，家人们，我们和泡泡队，家人们，咱们来个一百票，家人们，咱们先来个一百票。家人们，咱们一家票，咱们一家啊，咱们一家。咱别让他们上。把嘴巴闭好吧，谢慧，谢 X， 谢谢 X。咱们先来一百票，压住他们。我就想问一下你们，有机会说话吗？你们两个，复仇者联盟。小泡。我们没机会说话吗？让你说得了几秒钟，你说得了几秒钟啊？你有分吗你？你上哪打多少分啊？你上哪是第一名，你永远的第一名吗？我不。哦，谢 M 姐，泡泡说话才一对的。是，我好吵，你们好吵，真的好吵。去后面举手投降。太吵了，太吵了，太吵了！这个直播我真的播不下去了。谢谢内涵行，谢六六，你也可以说话的，你可以那个他们，你可以说他们。啊，半吨，我看我要看看脸，我要看你们脸，我看看脸，我看看脸。泡泡，你的脸呢？泡泡，错没错呀？你们知道错了没？说错了，错了，说我错了。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在你们脸上，我没有看出你们服输的样子。错了，嗯，错了，对面就不错了，错了，错了就过来坐着。你俩互扇巴掌，对着镜头互扇。不是扇自己，不扇自己，扇对方。对，就这样，哎，一人一枪，哎，对，哎，就这样，是，哎，对，就这样，这样我能看一个小时，讲不出说话，他们越打越狠，我看出来了。好，互相哄对方，互相哄对方。
互相好意思。哎呀，没事吧，泡泡？我们俩是一对的，我们俩怎么私相残杀的？别看笑话，你没事吧，泡泡？我们别让别人看笑话，我们必须得团结起来。我们泡家军还有咱们乌家军必须团结起来啊！你别让别人看笑话了，必须要这样，咱们中止还有两分钟。别看笑话，闭嘴！上票，上票，这样哄对方，让你们拉什么票？损对方。泡泡，你长得你觉得怎么样？你长得像天上的一个小丑啊！我觉得你最可笑了，你还在这个局里面，你还这样，你觉得你分最少，你最没分，你最低了，你搁这笑，戴个眼镜饰演仔啊！你看不见看不见直播，你像不像？我感觉你这个头发，你看像中分，你像那个大马路似的，长得像马路牙子，你长得像汽车垫子，长得像汽车垫子，我看着你就烦就恶心啊！你看你这个家里的样子，我没见过啊！我一个几把我有分，我有。分我5600分，你5000分，谁没分？谁分比你少？你自己看清楚啊！秀小姐，你看谁分比你少？你自己分最少，你最 low 最低档，知道不？我跟小三差不多，我俩是一个档次的。你最 low 最低档，你5900票，你扣了6000分啊！有点自知之明，看一下我们俩的票，什么差不多？说错了。好，行行。别这样讲了，别买了票，你就有分了，你就是第一名了，我就不相信你是第一名。你们干嘛的呀？主播，杨哥，主播你好，我们也是主播，主播。杨哥，你说吧，怎么发吧，杨哥。画眉毛，小吴。画眉毛，粉底我去拿啊。上次怎么要求我的哈？一个粗一个白是吧？好好好。明白，主播。怎么被谁被那个啥了？干啥了？为啥？别用这个了，我这个没了。哎呀，这还省着呢。我喜欢这个吧，你用这个吧。哦，我行行行。玩意儿真浪费粉底，是吧？我那涂了好多，得买一点便宜的，得买点拼多多上的，不能整贵的粉底液，太奢侈了。有没有白的笔吗？没白笔、啊，主要是你没有，你这没化妆。哎呀，扯的，你妈眼睛都快遮到，我真的行不？你这行吧行吧，你这我这白的能行吗？主播长了一个那个啥，行吧，这白的也确实是盖不着，行吗？我上次哎呀，主播。小吴，你这个也太像那个，像长的那个，长什么？大痦子。哎，这不咋显呀，我用眼线笔吧。眼线不好卸。没关系。不是个黑的那个。哎，就你这个。我这个很黑的。管他呢，哎呦。黑个屁吧！他说这个很黑，加油吧，老铁，这个很黑，老铁，黑的不得了，老铁，你别闹了，老铁，画都画不出来，老铁。哎呀，这个，没水了，你就用眉笔画就行了呗。我靠，不爱你。这样可以不？可以。还再加点不？不用加了，已经画的很标准了。我看一下，看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好。这个真盖不住，毛盖住，可以，太好了，画的太好了。谢谢主播，谢谢主播。远看还是有点害怕，我觉得。谢谢主播。你看我没被提醒，主播。那我为什么被提醒了呢？你太多了，主播，你们太低档了，知道就好。怎么还好意思说我们低档？我奖励做完了啊！我现在不归你所管啊！奖励已经做完了，我奖励做完了啊！该做的我都做了啊！还能不能打？
不能打自己出去，不能打自己出去。未完待续，超超和小太阳联盟，打呜呜和泡泡。